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青少年网络电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花乐队，祝央地网在新的一年更潮更旺更精彩。现在收看的是广东青少年网络电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花乐队，祝央地网在新的一年更潮更旺更精彩。金科要口令，好，没问题。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粤语也有绕口令。对，我们让孙子孙姨来教三位的同学讲粤语绕口令，你们要用金腔来教他们说国语绕口令。没错，那他们会有广东话教你们说广东的绕口令。对，好，三位歌迷，得要选一个好吗？来，老罗，来，老罗，先放首话呀，先把首放，把首放下。我数三二一，老师把音乐关一下吧。我数三二一，大家听到一的时候，谁举手来啊？对，谁举的话我就叫谁啊？哎，来开始。三二四，来，我喊一，不要喊一，是不是？三二五，哎，不是。三二十七，三二一，哎，这个戴帽子的要快，这步伐真轻盈。那只能那我叫我媳妇儿。等一下，后面一些朋友，媳妇儿，咱们不同意啊。其实来说，我也可以选一位比较说好的，咱们过敏天跟天生的聊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问题呢问出来呢，大家一定要如实的回答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也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问倒了很多人，希望各位呢都能够马上的回答出来，好不好？谁回答出来谁就可以上台了。好。
认为打仗的最帅的举手。哎呀，那个，哎，大哥，你来，哎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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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漂亮吗？选的那个？这是专业的，我告诉你。专业，看出来了。Hello 啊。那边那边，对。对，这是脑袋，这是专业说唱吧，这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开始要发试卷了啊！我们这边呢就是普通话的绕口令，我们要发给你抽一张。我抽一张啊。对，看看你运气。这写的不是英文，差不多了，来，没得选了，就这个。对，首先呢是你们叫。教身边的这位现场的观众，然后说这个绕口令。对，首当其冲，是不是？对，首当其冲，毛毛先说来。你先读一次。还行，今天没说女士优先啊。要叫金枪啊。金枪是吧？对。桥西走来一条狗，桥东跑来一只猴，狗望望猴，猴瞧瞧狗，谁也不过桥，不知是狗怕猴还是猴怕狗。哎，简单了。听懂了吗？就是说，这个讲述了一个大张伟跟大张伟兄弟的故事，不是讲述了一个狗跟猴的爱情故事，是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小雨来，其中你用金枪先念一遍，是吧？要有金枪啊！我这不容易有金枪，我没有啊。四十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，不要把十四说成事实，也不要把四十说成细细。哦，细细，这是这样写的。因为这样，梁王石正宇不是，这是谁写的？七夕是什么？石正宇不是纯纯种的北京人，他是串儿啊。然后那个，你呢？我的，他们几个其实都不够金枪。金枪呢就要什么声呢？看一下，就要是这个样子的，嘟。哈哈哈哈哈！金枪，我就生气了。小气。老师不至于吧，老师啊，别再这样了啊，就离这声小点，谢谢您。小四，我来广州不容易啊，老师在那儿。节哀节哀啊！我就知道了，石正宇是你。你把麦克风对着屁股什么意思？我先，开始了啊！好，来，小哥听讲，对这会儿，对啊，这会儿。小四一小时学铁蛋，小十约小四看电视，小四二不看电视你学铁蛋，小十不学铁蛋学电视。你听清楚吗？你听我这样子啊，我不会给我还是题目的。先想学金圈呢，金圈先跟我学四个字，这四个字能学清楚了，金圈差不多了啊。第一个字儿，滋儿，滋，不是滋啊，是滋儿。滋，哎，真好，不错不错，很努力。滋儿，喘，这个就没有说话音了啊，就是纯喘，对，滋儿喘。第三个字也是特别非常喘，是吧？撇，哎，这就背了，来，哎，咱们开始念。金枪来睡觉，哎，老爷子，来小四儿，我们都把先用字叫先用普通话先预习一下，来，小四约小四学写字，小四约小四看电视，小四不看电视只要学写字，小四不学写字只看电视，哎，不错嘛。我觉得这个小伙伴首先就有一个人格的缺陷，小石跟小四那个这么较劲，没事，直接觉得看电视。其实我觉得还说的还挺好的，还挺准的，对吧？还挺准的。好，第二位看一下，看一下王文博旁边的他呢。用普通话说吗？那当然，你喜欢也可以用别的。哎，您还会别的语言吗？要利索啊，要利索。要不你用英文说一遍？你要记得就是绕口令要快，好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强力
狗来一只狗，长门跑来一只猴，狗望着猴，猴望着狗，谁也不过桥，不知是狗怕猴还是猴怕狗。啊，还是对的，还是对的。好的，接下来啊，是我们小李旁边的美女。该这个专业的那个吧，是吧？这玩意儿才艺了不起，他家超群你就有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来，今天快点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，快。是事实，不要把实事说成事实，也不要把事实说成事实。那我也就是说巧了。哎，还行。行吧。反正一听就一直是啊，非常好。是啊，其实我觉得难呢并不难，对，但是你们就比较难。哎，好。收卷，好。样问，好，到我了。好，我。扣一张。扣一张。歌迷来，歌迷来教。哎，这歌给您。好，现在我们转换角色，我们的歌迷要教我们花儿乐队的成员来说这个粤语的绕口令。粤语的绕口令。没错。首先有请我们的一位，你说一次，我示范一下。一蚊一只鸡。不用，你不用一只鸡。一蚊一只鸡。你想想是什么意思？鸭蒙鸭鸡鸡，鸡这个听上去特别像来打动的，咚，要干什么？别讲了，你就开心啊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我都会给一个。这完全一个字我听不懂啊。没有，你们可以私底下可以沟通一下，然后我们有请我们小雨要开始接着来叫一下啊。看来这粤语不大灵通嘛，我可以给你听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圆圆，叫圆月，叫黎圆月，黎上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感觉有点像拉女兵了，圆。来，欧菊，你先学一下好吗？可以自己家学一下。时间，好，走。哎，大哥，对，你刚才教我这个，多慢一点，谢谢您。有他。哎，你好像怕人了。我说这个猜的，有猜呀。邮差叔叔送信，迅速迅速送出。哎，又会了，会，你会了吗？会了。邮差叔叔送信，迅速迅速送出。这个很准的，这个是很准的。迅速，迅速迅速迅速。差不多，其实那个字是对。所以说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不是，开会，够了吧？学会了吗？不是，你不用这么费劲了。其实刚才我发现错点了，你看我这把，邮差叔叔送信，纯熟送迅速送出，因为他只是都是收，都是这个音，就是邮差叔叔送到，邮差啊，这样，可以了，对，
该所欲。大元明，丢丢来雨来雄玉，乱乱所欲。丢来雨雨来赏雨，丢来雨雨来赏雨。哎，太费劲了，直接就叫来圆圆来赏月不就完了吗？行行行，好，辛苦我们三位的业余老师了啊！哎，我想三位评价一下，到底哪一位你们的学生会是老师？他已经说了，哎、我都没有复习，我直接学会了。对他直接就能来了，不用教。现在没有听见吗？没听见？你有听见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大家没有听到啊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再来一遍，你再来一遍好不好？老师，这么着，你叫我一遍，你叫我一遍，来，再来，再说一遍啊！一二三，要开都松松松，顺松顺冲松顺。哎，你像老师一听说那色儿就油菜那感觉，是不是？对。松松松松。来啊，听那个，什么叫主唱？主唱说话呀，跟一般人就是不能一样，是不是？听一下，安静。主唱啊，就说，为什么他是主唱呢？啊，来开始吧哈。主唱啊，就说确实啊，有这么多唱的，太厉害啊！有猜嗖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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